哦，这件器物造型特别精美，请陈总介绍一下。这个器物是非常那个特别的，因为这边呢又是龙，啊，这些又是这个是神兽，那个这叫这个学名呢，这个就是叫做鸟兽文官。这个东西整件器物呢是目前全世界也只有两件，一件呢是在美国的华盛顿的那个弗利尔美术馆，就博物馆里面有一件，这件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宝，所以说流失在美国，这一件也是在美国，当时也是在纽约告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整个的这个纹饰啊、造型啊，还有风格啊，所体现的都是商朝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器物。